算你们有眼光，认得出他来。没错，他就是帅得惊天动地的天下第一剑客葛聂，而我就是他的亲传弟子葛天明。你们到这里来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快说！啊！小小的年纪，竟然成了那嬴政的走狗，还跟葛聂这个无耻之徒在一起！ 什么呀？嬴政派你们来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快说！别逼我大行伺候！我连你们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都……你们都找上门来了！竟然不知道我们是谁？要不是你们的主子，我们相氏一族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相氏一族？那臭小子！少爷，在，这个臭小子我交给你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要给我撬开他的嘴，让他说出实情来。 放心吧，叔父，你们俩压着他跟我走。哎，误会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们抓错人了，走，搞错了。小子，你最好从实招来，可以少受点苦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你还真是个硬骨头啊！再来，啊！哎，走开！不能进。我是墨家一仙端木蓉，谁敢拦我？ 墨家，一仙，放开！蓉姐姐，蓉奶奶，你总算来了！你再不来，我这条小命就没了。这帮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折磨我，还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说什么自己是项氏一族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，项氏一族？啊！何人如此大胆？叔父，小叔叔，此人自称是墨家一仙端木蓉。 他们真是墨家的人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自己这么说的。敢问阁下是？在下端木蓉，可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墨家一仙？哼，不然还有谁能当得起一仙这个名号？这么不要脸！喏。 久仰大名，在下项梁，这是我兄弟项伯。我知道你们，久仰，久仰，这位想必就是您的侄儿了。正是，晚辈项少羽。不错，一看就是少年英豪。端木姑娘，屋里说话吧。嗯。哎，叔父，那这小子怎么办啊？ 先把这小子和葛聂关在一起。哎，端木姑娘要紧。哎，我端木姑娘屋里请。哎喂，我呢？哎，压下去。你放开我！你们少得意，等我大叔醒来，把你们这个破山庄杀得鸡犬不留。小子，你说清楚点，谁是鸡，谁是犬啊？以大欺小是鸡，以多欺少是犬，怎么着？单挑啊？ 单挑？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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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五招之内，只要你能赢我，就算你赢。好啊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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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啊！哦啊！走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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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姑娘，现在可以放心的说了吧？这……啊，对了，那个葛聂，你们关好了没有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十分的阴险，诡计多端的。这个，姑娘尽管放心，我已经派人严加看管了。不过，姑娘。 你为什么和他们一起出现呢？又为什么出手相救那个少年呢？这当中确有隐情。总之，一言难尽啊。不如这样，他现在呢还昏迷不醒，等他醒来，我问清楚了之后，再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，如何？当然。 啊，少宇，带端木姑娘去客房歇息吧。是，端木姑娘，这边请。你不觉得这个端木姑娘有些不可妄断？ 骂骂咧咧的小子呢？关起来了，怎么？哦，他偷了我的东西，我得向他要。是吗？他偷了你什么东西？我去帮你要。哎，你找他，他不会给你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小子特别的狡猾，不过我有方法治他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自己找就行了。哎呀，这可难办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关在哪儿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。 我陪姑娘再去问我叔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可是姑娘的东西怎么办呢？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没关系。端木姑娘，你走的这般快，难不成你知道客房在哪儿？你请。再说一遍，这说，陛下，是葛聂把那孩子救走的。葛聂，他好大的狗胆！ 葛聂，他为什么要救走荆轲的儿子？他。
奸计了。这些逆贼好生阴险狠毒，哼，竟用如此方法在朕的身边安插奸细，可恶，该死。吩咐下去，派人马去追，朕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是，陛下。你赶紧去报告叔父。是。你干什么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姑奶奶，我好心救你们。救我们？我还以为你要……以为怎样？以为我要杀你们啊？真要杀你们，一路上都不知道杀你们几回了。可是我那天看见你这样杀了很多条蛇。我那是取蛇胆，你真以为我的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出来吧。端木姑娘，看来你不但知道客房在哪，连柴房你也找得到。你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不客气了。少宇，叔父，他就是奸细，现在证据确凿。将军，少爷，我们暴露了！怎么回事？山庄前来了大量的秦兵。什么？肯定是你们干的！你们这帮奸细出卖了我们！别血口喷人啊！血口喷人！我现在就杀了你们！我是墨家一仙，你杀了我你会后悔的。你是墨家一仙，我还是墨家巨子呢。少宇，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秦兵就要杀过来了，赶快走！走啊！杀进去，一个都不能留！放箭！走！少宇，快走啊！叔父，走！走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啊！快点！
张良，我还真以为你们出不来了呢。开玩笑，天下第一道圣，那是闹着玩的。好，东郭大侠本是通天，快点他们走吧，我来断后。那就辛苦你了，我留几个兄弟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们几个留下，助张良兄一臂之力。是，蓉儿，咱们走。 八卦射心阵，火为开门，西北前翼，其次以下密为排布，以西对二为京门，西南昆华为死门。
东南离三为井门，去那边。东南巽武为杜门，那边走。雾东镇寺为商门。东北艮岐为生门，央北坎右为休门，大家先稍事休整，接应的同门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走。真是肤白如霜，貌美如花，如花似玉，冰清玉洁，洁白无瑕呀，美呀！叔父，刚才为什么不跟那帮狗贼拼了呀？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如果硬拼，我们会很吃亏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我去跟墨家打个招呼，咱们还是应该等子房兄来了再说吧。等等等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等。大哥，放宽心，咱们既然能跟墨家会合，那就不急在这一时。再说，咱们能跟墨家相见，那不全是靠着子房兄的引荐吗？这合作之意，应该由他来提呀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就等，怨我着急了。怎么看也不像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叔父，小叔叔，这次可真是多亏了墨家，不然我们的伤亡只怕会更重。嗯，蓉儿，饿不饿？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休息啊？什么眼光？哎，口味真重。我来，哪边来了回哪边去，我没空理你。哎，别没空理我呀！要不我帮你吧？啊，走开。哎，花痴。哎，你看你这么累，这么辛苦，满头大汗的，我帮你擦擦汗吧。你看。你看你对我这态度怎么就这样啊？根本就不平等！你对他帮他们上药，不帮我看看，这不对吧？我脚疼啊！哎呀，好疼啊！你安静点行不行啊？我怎么安静？我疼啊！我安静不了啊！你帮我看看呐，疼！你看你个头！哦，对，我头也疼，你帮我看看头。好疼啊！疼死我了！冬瓜，你头是不是真的疼啊？疼，特别疼。那我帮你看看吧。好啊，好疼啊，好疼！哎，终于安静了。哎，啊！大家放心吧，我刚才以奇门遁甲之术布下了阵法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。先生，真乃神人也！啊，相伯兄谬赞。啊，这位是墨家的东郭直首领。哦，
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侠盗。我刚才能救出你们，还是多亏了他。我原本只是陪着几个墨家弟子去接应你们，根本不知道你们会被秦兵包围。幸亏碰上了东郭兄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东郭兄，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项伯兄。久仰，久仰。这位是项梁将军吧？啊，将军二字万万不敢当，适才多谢先生和首领的搭救。啊，这二位是？啊，二位小侄，少羽、项庄。见过先生，见过先生，见过首领。哎，你是怎么了？他哑巴了。今天人多，就放你一马。啊啊！荣，你跟那臭小子说，我到底是谁？墨家一仙，端木荣。听到没有？一仙就一仙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哟，少羽，不得无礼。哦，首领，船来了。好，出发。船呢？船在哪儿啊？请上船。荣姐姐，你就别躲了，我可是真诚来接你的。害羞了。喝水。荣姐姐，你说走就走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不怕我担心吗？而且这回一出门就是十几天，你又不会照顾自己，万一出点事情可怎么办？以后不许这样了。天明，啊，干嘛呢？啊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赶紧擦擦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只可懂你。我帮你一把。月儿，那个，我跟你荣姐姐有话要说，很重要。咱俩换换位置。我没话跟你说。没事儿，我说你听。来，月儿，我跟你荣姐姐呀有正经事儿要说，你先换个位置啊。快点换，快点。来，月儿，坐这儿。
好香啊！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来帮你。哇！这些是什么呀？不过是萤火虫罢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玉儿，你看，因为你就是我的盔甲。兄弟，怎么着？活被勾。他就是蓉儿的徒弟高月。高月，哎，对了啊，其实说起来啊，他还是你救命恩人呢。啊，听着啊，大概十几天前蓉儿知道葛聂的行踪了，然后就突然消失了。高月不放心呢，就求我帮个忙。我呢就带领一帮兄弟找到了那个破山庄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英勇神武的我就一伸手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所以说呢，高月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恩人，恩人，恩人。哎呀，走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事啊，你要有耐心啊。哎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没说完呢，听着。这里快到了。子方兄，这里我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奇门遁甲的阵法也该修缮一下了，我去那边先检查一下。哟，我想说什么你都知道，厉害。等一会儿进去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安全，因为里面有张良兄布下的奇门遁甲阵法，稍有不慎就会迷路。而且要是迷了路，一迷就被困个一两天的，你们自己看着办，注意力不集中就会走丢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放！
哇，好厉害！我要拜他为师。小子，你不是说已经拜剑圣为师了吗？要你管啊！我们走。哎，小子啊，哎，别跑啊！快来把我弄掉！快来帮我啊！谁来帮我啊？把我弄掉啊！快，帮帮我！把它弄掉啊！帮我啊！别怕，他不会咬人的。这蜘蛛好可爱啊！哎，怕什么呀？不怕，咱们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就是由我掌管的墨家藏身之地，鬼村。今天呢，咱们这些人就住这儿了啊。这种地方怎么住啊？什么怎么住？你是真不知道得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来之不易，你知道吗？当年鬼村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疫病，村民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剩下个空村子。我的弟兄们里里外外打扫了十多遍，这才住下。后来这帮人知道这儿好了之后，又要迁回来，我们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把他们给吓跑了，这村子才彻底归了我们。而且我们墨家人向来是他嬴政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我们能找到这么个隐蔽的地方休养生息，已经不错了。哎呦，可是，爱住不住随便你，又没人求你。哎，我，哟，然而，替我说话呢？滚！滚！不臭屁了吧？天明乖，天明不怕啊！天明乖，爷爷在这儿呢，爷爷在呢。天明乖，天明不怕啊！我是墨家弟子大勇，刚刚实在抱歉吓到诸位了。这位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躺在棺材里啊？我这是当差放哨啊。放哨？放哨？那你也不能吓着我们天明少侠呀！你看看，都把他吓成什么样了。抱歉抱歉，少侠大人有大量。多多包涵，没事。哎呀，天明，哥懂你，你这个叫假扮弱小，激发女神的母爱，是吧？你这招啊，还真铤而走险的，胆战心惊啊！高，实在是高。好啊，走走走。哎，天明，你跟葛聂就住这边，怎么样？这也太破了。不破叫鬼村吗？哎，对了，项氏一族的兄弟们，你们是我们墨家的客人，好兄弟，好朋友，你们住的条件呢？肯定比他们好多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啊！多谢。哎，对了，然儿，我给你准备的房间，早就收拾好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位置好，
就住我隔壁啊。不用了，我跟月儿住。走，好。哎，蓉儿，蓉儿，东郭大哥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住处吗？走吧。喂，喂，那个，那，走吧。哎，你们。局面失控，属下无能，请求支援。